包院会现在继续开会，进行经济组织质询。立委请刘建国委员质询，询答时间为15分钟。谢谢主席，有请苏院长。请苏院长。院长好。哎，委员你好。哎，一定辛苦啊。没啦。哎，今仔日三八妇女节，一定你讲要让咱全国妇女有一个，而且妇女节好的一个礼物无？哎，我都向女性同胞致敬，因为阮家拢查某的，所以我特别希望女性的将来愈来愈好。我知一定出来对是女权至上了吼，啊，但是啊，希望一定会当让全国妇女吼一个好的政策了吼。啊，我提供一个意见，和一定来做参考，和一定来思考看卖，来当是毋是当你较等下来啊答询的时阵吼，来做这個方向来处理啦吼。我是农家子弟啦吼，是毋是当和全国的咱的农户啦吼的子弟，在整个就学这个奖助金，还是学常会减免的过程里面，跟其他的我们已经有补助的，像原住民也好，中低收入也好，军公教也好。的这些补助可以趋于一致，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农家子弟他要申请这个就学奖助金，目前来讲，吼，公私立大学5000、1万，公私立高中3000、5000，但他必须要经过三个条件，那第一个条件必须要农保农会的会员，第二个收入不得超过这个综合所得税114万以上，第三个。他的前期学习的成绩要高过70分，超幸也要超过70分。但是我们对比这个身上朋友、中低收入的朋友、军工教的朋友的子弟，甚至包含原住民子弟，基本上都没有这些设限。然后最近的原住民的子弟，基本上他不只有就学奖助金，他连学杂费都可以部分的减免。所以，咱来照顾农家妇女的农家子弟，这农家子弟。我相信你一棒啊一号，阿哥会等于给妈妈倒做石头，所以咱来对这农家子弟来给鼓励，来给奖励。我相信就是给全国，你三八妇女节对全国农家妇女捧大一个礼物。啊，一定会当来思考哦。是，感谢委员关心农家，关心农家子弟。我对补助子弟会当给他读册，这我拢介赞成。啊，农家子弟补助。甲其他无同款的所在是安怎差价是伫底，我真无真详细知影内容，但我认为委员讲应该予伊差不多一致，这我是赞成的，啊，差是对。咱当初本身就是农家的子弟吼。那委员报告吼，迄个阮家我的孙仔吼，我三个迄个孙仔因子女啦吼，是，因拢有摕到迄个奖学金，这对。规个农家来讲是一个足大的补助，迄个就当作委员讲的吼，迄个公立的大学也是5000，一学期5000块嘛，私立的1万嘛，啊高中有3000加5000吼，这部分一年总共有95000几个，安尼农家子弟有领到这个奖学金，啊当然你当作讲的遐条件的限制，阮都会随来检讨，因为这是应该是要按农家子女一个足好的迄个一个。算讲高嘞啦吼，第二就是这一年的预算，差不多交会为迄个阮的迄个农业发展基金内底来指引，所以这部分阮会来好思考，讲是毋是有法度伫这个迄个调整。这第二个，第三我要来委员特别报告，阮到做事哦，阮爸拢讲吼，其实做事人拢希望讲后一代。卖做事会当变心啊！但是阮对徛伫农业部门嘛是爱有少年家会使得意来做事，所以伫即个过程内底，政府一定爱好好照顾按家己的农家子弟。无，我想是安尼啦吼，我注意讲话即句话同正确啦吼。农家的家庭拢希望伊的子女吼，唔通过来做事啦吼。其实上，那如果讲会当从注意去读个这个抗战，过会当来做这个全国的统管的农政单位的主任委员，对农民其实上实际上是真大一个帮助。那从注意近期内底会当出国去得到较好一个成绩了，对哇？我想对农民来讲一定有这個感觉。啊，咱即摆是回归倒转来对这农民主题，咱来更加来给照顾，因为咱我刚刚比论一个啦，即摆统管的顶年机会，原住民的子女伊的补助吼，
就学金的补助，我甲一六九处讲者吼，伊对每一学期的万一甲三万条款，甲一万八千，甲四万四，哦，啊，对私立的部分的对话吼，只有调要甲三万。啊，咱拄仔讲起来，农家的子弟，伊必须要有三个条件，所以伊则是公立的五千，私立的则一万，就学奖学金哦，则是安尼了。啊，伊学杂费本，啊，佫无做任何处理哦。所以我感觉讲，这个差别性，当然不是讲提同款的，要来比同价，最基本上，大家以我平均啊，平均就对完的啦吼，是不是？一定甲注意，会当赶紧来做些思考，你短时间内底，咱会当做些决策。委员，咱民进党执政实在讲是对农民上尊重，啊嘛上第一，努力要甲提悬的，像讲老农津贴，这拢是对咱民进党执政。突破开始，啊，拢一直在增加，所以我感觉委员你注重这点，我足赞成。我来研究看嘛，农民子女可以会当安怎有得到补助啊帮忙，会当读较好，这拢实在是较好的政策。如果若负担不起，我感觉应该爱来做调整。我这个赞成。我来请农委会规个算看卖啊，啊另外。你讲都要经过偌济抗战安怎样？抗战话不应该有诶，咱就来甲取消看，应该安怎样？我可能委员注意，整个来了解，希望农家子弟有哪拢像农委员注意才熬，啊，读甲博士啊，做甲教授，啊，即马做甲部长，这上熬诶啊！哦，感谢院长。希望拢行行出状元啦。是啊。啥物话主题，咱拢嘛，那一旦培养拢出人才是。有好将来啦，当然啦，啊是毋是一定会当承诺讲，咱一礼拜底冲就甲来个决定。我予部长先研究啊，啊若会使，咱都尽快来做。好，感谢。即摆拜来诶，按照院长的指示，哦，迄个院长这边随完成了解规个方案。好啊，感谢主委吼。啊，第二个议题吼，我主委请回啦吼，我要特别搁甲院长报告这件代志啦吼。这个地层下陷，真正实在非常严重。这段时间还佫有真条的官员去到我的雇佣森林，特别针对着地层陷提出真侪意见。但我是不了解伊提出的意见到底是对佮唔对。但是看一寡数以来，长久以来，全国的地层下陷的情形并无得到改善。但是我不知每一摆的议会总咨询，我只要机会，我就一定针对着地层下陷的问题提出来询问。但我得到答案拢差不多啦，吼。安全无虞，在可控制的范围内，但是每年的下陷面积扩大，每年的下陷速率不增，不减反增的情况之下，我觉得这种安全无虞的说法，我等一下提供一些数字给院长做参考。那部长也在这个地方，也应该很清楚。我每次在咨询过程里面，为什么一直提到地层下陷问题？这不只是地层下陷的问题呢，还有高铁行驶安全的问题。所以，一定你个看一下咱甲要防止地层陷，行政院一百年度的时阵核定分家分种地区地层下陷具体解决方案及行动计划啦吼。1902年黄金南都新方案及行动计划，甲1902年吼，咱总共伫四五个部会内底已经提出32.2亿啦吼，32.2亿。但是你若看1907年的时阵对哇吼，全国下陷的面积是419.6平方公里。婚姻观296.2%，占全国的70%啦。1906年，全国下陷面积是395平方公里，婚姻观366.2%，占全国的93%。1905年，全国下陷面积106，婚姻观104，占全国的98.5%啦。这是面积哦，这是面积。好，婚姻观这个这管的部分，婚姻观的高铁行驶，甘只无问题。这是面积。过来，咱来看，这面积。一定能够看见吼，1906年婚姻观下陷面积是等于1.35个台北市的面积大了。107年下陷面积是1.08个台北市的面积。那九五年到107年间，云林县共下陷的88.6，88.6都把外推给一半较低啊啦，要占一半啦。哦，过来1907年时，全国下陷的面积，伊实际上还佫无减少，哦，伊还佫增加20平方公里。我唔是讲森林，你搁看嘉义，也搁较恐怖。嘉义伫1907年时阵对哇，伊下陷的面积扩大到114.23平方公里，是照顶一年度加要10倍啦。哦，这个数据是对岁数来，哦，应该袂叮当。
好，啊，咱希望，咱希望咱会当去控制有效范围，就是下含的面积，袂当扩大到235平方公里。但是我拄啊甲比一张报告1.7、1.6，其实拢已经超过啊。啊，你下含的这个深度下陷的速率对哇？咱希望每前一度袂超过这个5公分，但是进累积起来对哇？已经拢总超过啊。我真的不清楚是哪安尼。你基工程技术面也好，还是经济数据也好，拢甲阮讲，这是会当控制的范围，啊，佮你安全的范围内底。我真正无法度去理解这個，啊，我一直提起这件代志，希望讲，无希望你上个年代去发生高铁运输甲分林煞袂当行，高铁变长铁，咁无可能这个情发生。对95年甲107年，那累积起来，将近有可能甲109年多，已经100公分。会悬度啊！即款的你讲，你技术面透过工程的垫片，还是啥物安怎的技术，会当去克服？我心内真正真大的这质疑啦，是毋是一定会当来重视这件代志？啊，部长，你是毋是要简单解释一下？即我甲委员报告一下，就是委员咧关心的，就是下线的面积，吼、哦，他都要对委员的资料数据，就是讲。无减，佫增加。对。啊，佫来就是下陷的速度，吼、哦，有哪有即个状况佮情形？啊，即个就是未来，阮要安怎佫来加强努力啦？嘿。不是，即马部长，你也甲阮讲个清楚嘛，吼、哦。是。即款的面积，咱最是希望是咧235平方公里范围内底嘛。结果107、400桶、106、398，逻辑超过235。啊，下线的速率，其实上伊嘛拢超过，安尼固体因素无问题，安尼对整个的土地，袂造成真大只伤害。委员，感谢你重视这个问题，啊，这确实有影，咱来重视。咱讲保卫国家，嘛包括保卫国土。保卫国土，唔是讲干呐敌人来拍，包括咱家己的国土安怎保卫，这。环境保护拢足要紧，啊，即款问题属于介专业啦，所以我来了解看，即款的如果面积扩大超过原来预测，啊，速度加紧，啊，即、這个发生你讲在发生的迄个次数增加，安尼即问题就大条啊咧，所以我那是水利署的问题，包括你头拄仔讲行车高铁的安全，我这。拢是真严重的代志，所以多谢委员重视这个问题，啊，我嘛会重视，要求相关的部会就相关的问题来提出因专业的报告，啊，甲对应的方法，这样来个防止。哦，一条我伫遮吼提出啦，其实一条你已经重视啊，你即摆佫就职第一个公文是毋是通过第三期？国家太空科技发展长期计划，对不对？对。这个计划内底，其中有就讲到快速监测国土安全甲环境变迁嘛，对不对？这个对太空啊，对整个国土的观测，甲规个国土的保卫的一种。所以我拄啊特别提起到分林的经营，佮甚至包括嘉义的经营，嘉义是加扩大前一年的7倍的面积，对不对？这其实上你监测内底。拢无去讨论即款的危险的数据，我感觉这真奇怪。所以我伫遮要具体甲一丢拜托了吼，因为一丢伫95年时阵做一丢的时阵，尤其佫伫当年的10月份有咧分林，特别专工去了解地杂耗害的问题，是毋是？我请一丢会当佫来一撮，因为这是全国性的问题，这嘛毋是讲分林问题啦，好无？摆一个时间啦，我来彻底了解一下啦。第一，咱的罗水溪防灰山地理。咱已经有一个共同治理的平台，这是政委吴泽成吼来你主持的对吧？中央地方浊水溪的沙尘暴有一个共同治理平台，不会像地层下陷还分那个部位分那个部位分那个部位，所以我是不是要加把个一丢拜托的施工？因为咱不管是这个云章的防治地层下陷行动专案，啊，个防治南道行动专案，其实已经到100公里就结束啊。但是这两个计划显然无法度让地层下陷。真正会当看到减缓的趋势啦，是不是？趁即马这個时间，会当成立一个院级的专案的处理的因应的计划。好，我来调集相关的部会，先就这个情形，我来了解。啊，另外，
委员讲，是毋是排一个时间来现场，啊来观看情形是啥物款，我嘛来现场，啊再邀请委员做伙，啊来看指出问题，啊甲专家大家看这问题是安怎样发生，甲目前的情形是安怎，啊咱应该要做啥物款的代志。另外，你咧讲落水溪迄。刷所产生的遐危害，那么做一摆来关心。好，感谢议长，谢谢。